意式番茄蔬菜汤。哦，然后这是香煎节瓜。哦，这是你最爱吃，都是你最爱吃的，都是我爱吃的。然后这是天然水果优格沙拉，太棒，这太棒了，看起来很好看。这个水果都是高级水果，然后这个是开元培根脆煎三明治，脆煎三明治，对，这些四个加起来就是异想天开。你有在用心啊，在用心好不好？我们的食材有很多异想天开套餐的袋子，还有哪的袋子？快一点，好，我们来不及了。看，我们培根还在冰冻的路上。好，赶快，我们加速。对。嗯，天热，天热。哎，哪有人先偷吃？不是，我先摸它试试味道。我看起来快乐吗？有吧，耶、yeah! 不是，是因为来露营真的很快乐。你看那个云，我们要放在那边，我要陪贤弟去刷牙。对，昨天下了雨，下了一整晚的雨。有吗？也好像没有。我刚睡觉的时候，不是，我昨天睡觉的时候，嗯，我昨天睡觉的时候有听到那个下雨的声音。对啊，就是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很喜欢哎，那个很疗愈。对啊，我就是听着那个雨声睡觉的。偶像刷牙，这是偶像吗？这样可以唱歌，就是不同的口型有不同的声音。不同口型，不同声音，是什么？就是像，啊。期待他们的早餐，你觉得是什么？你有听出来是什么吗？我听到了那个，就是讨论那个，我听到有什么小黄瓜还是怎么样？我猜吐司，好像是有吐司，吐司，对，然后有起司，然后有鸡蛋，对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。需要三星疲惫，这是意式番茄蔬菜汤。哦，然后这是香煎节瓜，这是你最爱吃，都是你最爱吃的，都是我爱吃的。然后这是天然水果优格沙拉，太棒，这太棒了，看起来很好看。这个水果都是高级水果，然后这个是开元培根脆煎三明治，脆煎三明治，对，这些四个加起来就是异想天开。你有在用心？用心好不好？这是我用心想出来的菜单。优格很健康哎，这很难不好吃哎。对啊，这真的很难不好吃。啊，我就喜欢草莓的，而且你切的很好哎。喜欢今天的露营，昨天到今天，厨艺进步了哦。有吗？对吧？大要进哎，他做了两天的菜。对，我觉得你大要进。我露营的画面，永远都是在做菜。不会帮你剪掉，不会帮我剪掉。但是有先说，先不要剪掉我们做菜的画面。我觉得搞不好最后只有他切水果，要不要去抓蝌蚪？对，等一下我都没有20分钟，剪了20分钟的蝌蚪，然后都没有我们的画面，好笑。有可能哦，但至少你都是你选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。我觉得下一次啦，如果有下一次，可能是天气。我要放你们在夏天的时候在这个宅子里，应该很可怕。夏天很可怕，夏天应该很可怕。整个是蚊虫，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来露营。嗯，很舒服，很舒服，然后天气蚊虫都不多，嗯，对，就只差没有山泉水可以跳下去而已，真的。对，我就讲说，哎，那个阿嬷，我们下次夏天来，然后他就说他要开那个山泉水的那个给我们，你不说裸泳吗？对，不，他叫我裸泳，叫我说啊，真的很好，那些臭男生先不要来，我给你们裸泳。好了，谢谢你们的早餐。Yeah.
三场，喜欢，辛苦了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拜拜，底下刷墙、欸、早餐还没有那个哎、欸，你说底下刷墙了啦，刷什么？怎么了？到底要问什么？到底想说什么？他想要讲完，来哦，底下刷墙，然后看四角车泳装。